要想运气好，每天看日报，生肖运势，早知道。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钥匙，每日与您相约十二生肖每日运势、财运、福报、健康状况早知晓，只需要五分钟，通览当天生肖风水运势，让您快人一步，高人一等。闲话少说，让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运势吧。一、生肖属金日风水。运势不错，男士贵人运旺，意气风发，思维清晰，工作有好的进展，但是财运平平，需要保持理智，不要被虚假的利益冲昏头脑。女士情绪受环境影响起伏较大，多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二、生肖牛金日风水，运势千家半小人，为人做事要低调谦虚，不要和人发生冲突，财运不佳。不要外借钱财或由财务往来，易产生纠纷误会，出门在外多注意自己的财务。三、生肖虎金日风水，运势不佳，今天意境不易动，工作不顺，难以推进，财运不顺，难有回头钱，身体状况不佳，感觉没有精神，压力大，保证睡眠，不要做太多的工作。四、生肖兔金日风水，运势一般，固执，只相信自己看到的事情，要多听他人的意见，对事件进行全面了解再下结论，导致工作进程缓慢，财运方面容易出现问题，财务人员需格外谨慎。五、生肖龙金日风水，运势机会有好事发生或有好消息传来，能在工作中大展身手，也可以进行看书学习，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资金运势急，视野开阔，思路通达，遇到赚钱的机会不要犹豫。六、生肖蛇金日风水，运势一般，学会带眼识人，不要帮助小人，不要答应一些不了解的人和事，以免招惹风险上身，财运不定，有机会也有陷阱，要仔细辨别。脾气暴躁，容易发怒，注意出行安全，爱护身体健康。七、生肖马金日风水，运势佳，今日可以参加朋友间聚会，会遇到贵人，有想要开拓新事业的想法，不适合埋头苦干，遇到的问题多听长辈意见，若有棘手问题可以寻求贵人的帮忙，财运方面可灵活运用，借力发力才好。八、生肖羊金日风水，运势低迷，容易马虎出错，受到批评，不适宜做重大的决策，今日不适合对原定计划做改动或做重大决定，三思而后行，建议有交易可以推迟，财运不定，不宜冒险投资，以免后悔。九、生肖猴今日是你的凶日，今日尽量不花钱，不生气，不要做重要的决定，早起佩戴三合手串，同时运用一生金钥匙风水牌里的图腾来化解今日凶局，一定要通过孙明星老师研发的财力化解，网络图片化解的效果不佳。10、生肖及今日风水运势不定，受自身气场影响较大，可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调整好心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平日多结善缘，今日可收善果，不要抱怨或者背后议论他人，资金可能会出现问题，作为公司的管理层可查看公司账目往来，财运不稳，不宜轻举妄动。11、生肖狗今日风水运势上升，思路清楚，文学作者会才思泉涌，艺术广告类可轻易做出效果，适合独处，也可以反思自身，能够对自我有新的认识，财运不佳，做事犹豫不决，错失了好的赚钱机会，不建议进行投资，多注意今天的身体健康状况。12、生肖猪今日风水，运势一般，做事匆忙，脾气暴躁，容易被利用，事后难免会后悔，财运运势差，钱财不要外借，也不要与人谈论自己的财产状况，路上可能遇到不开心的场合或丧白事，我们会在今天的评论区内选出最受关注的易经风水生肖。
星座相关问题，更有彩蛋相送。欢迎各位评论、转发哦。星星哦，每日易经生肖风水最热问题一览 ，at 温玉湖清酒斩洋葱。哪些生肖在人际交流中说话时易出问题？笔者回答：十二生肖中属蛇和猪的人，最容易出现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情况。或许有的时候，他们无意中伤害了听话人的感受，却不自知。对人的隐私和缺点问题，似乎保有无穷尽的兴趣。一颗八卦之心，就注定了谈话的目的不太单纯。属羊和属狗的人是想要在说话的时候运用一些讨人喜欢的技巧的，可是在面对生人或者大众的时候，难免会感觉到心里由内而外的紧张，需要加以克服。At 我要逆风去了。201年里那些生肖身体健康情况最容易出现问题？笔者回答：生肖猴的情况可谓是最为突出，健康运势上大喜大悲、饮酒过量、忙碌过度、作息不定等都有可能出现，有太多太多的事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接受的刺激程度之高也是少有。你要尽量保持平常心来面对一切。主要问题，本年主要肠胃最易出现问题，稍有不慎就容易出现消化道方面的疾病，改善对策，改善不良生活习惯，按时作息，不要熬夜，应酬注意饮酒适度，平时多食用含芦荟成分的饮料。At 口袋里的 Arbiter 十二生肖牛在工作中最容易遇到哪些问题？笔者回答：因性格不同，所以不同的十二生肖们在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也有着很大的变数。毕竟决定个人工作方式的原因之一便是自己的态度以及个性，如此一来就必须面对因自身性格而招来的麻烦和困难。属牛的人确实在工作中极为努力，他们渴望通过努力和时间来证明自己，但有些能力上的差距并不是努力就可以轻松跨越的。他们在工作中最容易面临的问题肯定要数他们自身缺乏工作才能以及不懂得举一反三过于固执的性格，要注意懂得变通。正所谓易经文化源远流长，其蕴含的命理知识应用范围亦是大千万项，无所不包，生肖风水学则是其中之一。九月份如何做到时来运转呢？每天关注日报就好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各位关注并转发，在评论区留言，会给您每一位亲自回复。